这游戏的名字叫《箭头头事件》，箭头的头事件。那如果今天有人是公然猥亵头，那我要怎么讲？龟头头事件，我睡不着，我应该不要再怎样？玩都不玩电脑，我刚没看清楚哎，反正就睡不着就对了。没什么东西可以玩了，书架不会自己填满。我才刚搬进来，什么东西都还没准备好哦。现在玩电脑不会帮我付房租之类的啦。哦哦，大家好黑哦，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开灯啊。等一下啊，我这个主角是刚搬进来，然后呢？为什么我要做这一碗五片在这边？我把所有看到能够吃的东西全部吃掉，饿死了。现在可以把东西全部丢丢一丢。所有的工作让我觉得很饿，我应该去叫披萨。纸条在这边，有啦，灯已经开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打电话叫披萨。这是我的缝吗 ？Yes，Hello， 我要一个中凤梨披萨，送到箭头头街4320号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现在去看看电视，等待你的披萨送上门。原来我住到箭头头街。This is Channel 2 with breaking news. Reports of multiple assaults and murders around town. The police are currently unable to identify the threat.街上好像发生了几起冲突事件。啊，不，他就叫你待在家里，关好门窗了。妈的，这是他妈鸡巴的！披萨到了，这么快啊？这根本就不是披萨吧？太快了吧？烤都还没烤好哎。不过我还是要开门，因为我就是不怕死。我的 key 放哪里？啊？这人是傻了哦！刚好第一个抽屉就是了，好开，没有人对不对？啊，我的披萨嘞？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有一个超大箱子，拿回去看看。暗息。我箱子里面就开始开到了摄影机哦。What the fuck? What the hell? 是不是保险丝跳了？变压器跳了？变压器在大走道哦。哇塞，超级黑耶！这个吗？什么东西啊？那个保险丝不见了。保险丝在衣橱中。干他妈门都进不去，是哪里啊？一不小心就遭到鬼。没走，喂的声音啊！姐，我要赶快躲起来。哦、我还没躲衣躲，我只躲衣柜就好了，为什么一定要躲床？你什么也不是。如果你没有光，你就是一坨屎。我知道你想要看到东西。的确啦，黑暗中人类就是这样子，没办法，躲好了。现在要去换保险丝了。开门啊！操你妈！这游戏玩的好，好火、喔，动作快点好不好？这个主角是脑残是不是啊？啊，怎么走道变那么长啊？邻居。
你为什么？为什么灯还没有用好？最好不要让我出门哦！关我屁事！我靠！装好，邻居，你不要再玩那些闪光灯了啦！我要出来杀你喽！他出来瞬间被怪物吃了，不要担心，好邻居。这里一点危险都没有，你可以尖叫一下，让我知道你还好吗？我要赶快离开这里。我才不要进去嘞！气耶，我没有钥匙，那个混蛋应该给我钥匙，要一个月前就该给了。现在我要去拿他的钥匙逃走。讲什么啊？血！他被吃了啊！摄影机不用了吧 ？Please 救救我！密码听着。一。一四。密码是要开哪里啊？乔沙小，他这怎么没有电灯开关啊？他的 key 为什么要锁在这个狗屎东西里面？一四四四，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，邻居，拜托。进来，地在这里，这叫什么？快逃！好，我去救邻居。为什么都这么黑啊？是死亡结局吧？快逃！快逃！快逃！被抓到地狱中了，现在快乱！哎，怪在后面。游戏就不能做的亮一点吗？太黑了吧！刚刚新闻报道说有什么嫌犯什么有的没的，他们来这边抓嫌犯，啊，结果我被误认成嫌犯给毙了吧？混呢，自荐回报。这字怎么那么糊啊？看不懂啊！还真的有两个结局哦。好啊，我这次就不要管什么邻居，我要跑了，我要安全的活下来吃披萨。刚刚那个结局就是被警察开枪开死就对了。那我现在只能往上看了啊！我都是死哦，我就这么命苦吗？有没有灯啊？我往上看的没事啊。这边是有东西耶，可是我看不见耶。不能闪灯啊，该怎么办啊？我怎么才能？还是一定要闪？这个结局分歧点该不会就是一定要闪？但是一个是走出去被警察蹦死，一个就是站在原地被怪物抓死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就站在这边。撞！这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？这有什么急杀画面吗？没有，
死了，案件结束啊？傻小，那不管怎样，反正我都要死嘛。我到底是不是那个新闻中出现说什么暴力事件的人啊？好像也不是，搞什么？简单来讲，就是替死鬼啦。这个游戏名字叫《孤独山谷案件》，是这样翻吗？是谁啊？新的电话 ，Lonely 山谷居民请求帮忙调查奇怪房子。居民回报有尖叫声，还有其他奇怪的事情在房子附近发生。然后房子最近变空屋了。解手 ，Walk。哦，这是我、啊，不是这种视角啊。孤山，哇，你好会翻哦。啊，刚刚走出来只是一个过场哦。这么电影感哦，孤山案件，哦，你好会翻哦，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孤独山，嗯，2009，看起来是个烂 game 啊，可以吗？开车要我自己操作哎，我决定回家不调查这个事件了，我有生命危险，再见。回不了家，他这种过程为什么要我自己开自己走啊？这是有什么意义啊？音乐播下去，让那车子自己走，这样不就很好吗？这叫气氛。我没办法再开下去，这条路什么也没有。现在我需要啊，没油了是不是啊？要去哪里啊？下午是谁啊？到底在干什么？啊！哇！他一个后车厢怎么这么多三角锥啊？三角锥杀人魔，笑死！没有，你后车厢哪有那么多空间放那么多东西？现在怎么办？自己一个人孤独走上山路，好，看来我到喽，孤山是不是？走进去吗？看不出来，好像哪里有路啊？哎，房子吧，就是这间房子一直被回报。哎，看起来就是闹鬼烂屋。我一直看不清楚我到底长什么样子，我看起来好像怪物。躲了，我需要找到其他办法进去啊！打破玻璃。我没有换视野，钻通风口，太棒了！这就是我进去的路。怎么进去啊？他可以徒手拿通风啊！哎，那他妈是很难吐槽哎、欸。看来这边有什么东西在里面。好，可以。好，拿 key 啊，画面按掉。这坨什么？这不是人肉对吧？说了就是。哎，这边可以稍微看到主角的脸，我给你们看，这主角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请僵尸来办案啊？我头后面好像被烧烂了一样，哎，整个腐烂了。这看起来很像囚禁小屋，哎。
条路啊，还要再爬出去，然后拿钥匙开前门。对啊。哦，有个视角在这边啊！我们连找到游戏画面都需要一点功夫。手力棒。啊，这个小木屋的地下室非常大哎、欸。我一堆人肉在这边啊。这个肉不管是不是人肉啦，这个废弃的肉也太多了吧？好吧，好，先拿到道具之后要等十秒，趁这十秒我们来练静心咒。好，好啊。我没有按进去，那怎么自己进去啊？有怪怎么办？电源，电源恢复的声音是这样子哦。我从来不知道我家的电闸打开的时候是这个声音呢，不是就啪搬上去吗？你们要不要现在去试试看？说不定你们家的电闸搬上去的时候会哦，你讲，搬搬看。靠北，这边好多动画，等等试试。好，现在就去试。哦，刚有死神呢、欸。笑死！我应该要查哇，后面好像有一个骷髅头哎、欸，画面有点黑哎、欸。我看到死人一句话都不说，完全没有反应。看过太多死人了。现在我甚至失去了踪迹，不过我现在能够知道我在这里已经很久了，每天他都会杀某个人，也许下一次他就要杀我了。这是被关在这边的人吧，他已经失去了数日子的能力，不知道被关了多久了。这游戏感觉好像没有很困难嘛，就看着故事这样走来走去这样。尤其是真的有点黑了，你什么都看不见，车没吗？开了一扇门，过了一个通道，没有什么东西，又开了一扇门。那动画真他妈多余哎、欸！又是一坨肉，恶心的东西。恶心的事情在这边发生。我上次到底是什么啊？就是一点音乐都没有啊！看来在书架后面好像藏了什么。好了啦，好了啦，老鼠洞。啊？哎，怎么积水积成这样啊？我尝试过了，这个生物一直在追我，追了一个月了。他要把我给杀了，而且他也已经杀了很多人了。他要喂，把我杀了吃掉。现在我累了，我好累。为了换来平静，我宁愿用我的生命换来平静。如果你读到这个纸条，赶快离开这里，立刻。这种必死纸条我读了也没屁用啊，我都已经进来出不去了，可以吗？请问这边有什么要拿啊？
没有东西哦。那只有纸条、啊，搬出去，然后就有怪物会出来。所以我要走了吗？再走进一个通道。哦啊，死神来了！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？感谢游玩，这是他计划的一部分，未来游戏的一部分。他还没做完，你就是 demo 写好啊？这搞什么？烂死！他是想要吊吊我们的胃口啦，但是我们的胃口却越来越差。故事实在太糟了，节奏太烂了。这个游戏叫《史瑞克在森林里》。好嘞，游戏有没有讲故事啊？我刚看简介，好像说史瑞克跟驴子出去旅行，结果回来之后发觉自己沼泽的家人都死光了。啊！我被史瑞克抬了。看到。跳蹲，他小这个乱东西，我走路的这个喳喳喳的声音好讨厌哦，这个喳喳喳的声音好讨厌。他叫我找纸条哎，史莱德面瑞克，真的很吵。我们一起同样一间厕所在旁边啊。Hello， 驴子，因为我家人都死光了，不代表我就是一个杀手。驴子，你在哪里？讲啥笑？嗨，史瑞克，我们有一个悲伤的消息要告诉你，你的老妈。你的爷爷、你的奶奶，还有你的老婆，全部都死光了。因为有一台飞机坠毁，把他们全部砸死。我们很抱歉，希望你感觉好，会好一点。警察，哈哈哈小，我的小山洞。亲爱的驴子，我从来没有想说要杀你。那些警察是唬烂骗人的，我永远都不会做这种恐怖的事情。拜托其相信我，然后赶快回来吧。我有一个惊喜要给你哦。我不会先拿给你看，直到你回家。你知道我们住哪里？希望能够尽快见到你，史瑞克。他是要拿这个棒子来捶驴子吧？我是驴子吧？没错吧？我是 Donkey。等一下，我不应该进来。干，我被史瑞克敲了。我开始演动画，我纸条还没收集完呢。Why are you following me？ 你怎么在追跟踪我？他在杀 Donkey 啊！我其实不是 Donkey， 走超快。那黑我怎么玩？他一直跟着，直接黏在我屁股上，我怎么玩？我想到了、欸，然后我死了。妈的，我不信！快跑！
现在该干嘛？走进去吗？动画了。我喝了五罐能量饮料。逃出史瑞克的家，我又要喝五罐能量饮料。嘿，我要你感觉痛苦，不要试着逃脱，我要杀你。如果你要逃走，你知道你永远逃不出去，史瑞克。钻出去。我能不能捡斧头跟史瑞克火拼啊？在睡觉欸。等一下，他那个房子里面两把斧头，我拿起来像野蛮人一样劈史瑞克不就好了？可是也不能捡。不用，那被杀了。为何？他说他全家都什么飞机失事死光了。警察说的。还是他原本老早就想要杀这些人了。I need a key。嗯。狗剧情啊。当克也死了，哪一个啊？怎么推？没办法推。啊，1952，无厘头游戏。好，有了。我手上拿着门钥匙2跟3。哦，终于有进展了，有进展了。飘过去啊！哦，小心点啊，这掉出去就重来。逃跑了，又要逃。哎，不对啊，那他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出口标示的绿色的那个是干嘛？我不是才逃出来，为什么我要逃啊？坐船。到底是干嘛啦？他要杀我，为什么要看着我走的时候又深情款款的盯着我？到底是要干嘛啦？闭上了眼，流下了眼泪。因为家人死了很难过，精神出现问题，他找你来诉说痛苦，但他又想杀你。最后你逃出去，因为没杀到你，感到很欣慰。你就是自杀侠，你是史瑞克哦。